本人气歌手安室奈美惠即将于本周六在亚洲博览馆举办个人演唱会。14日下午3时，她提前抵港，除有半百歌迷接机外，更有数十名保安及警员到机场维持秩序。素颜不出，安室奈美惠虽然略带疲惫之态，但看到热情的粉丝们，还是亲切的不断的微笑和握手。すごく緊張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、でも香港のファンの皆さんと一緒にコンサートを楽しめ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。和粉丝们短暂互动后，安室奈美惠便乘坐七人车离开，为首度香港歌唱做准备。